我刚才那不叫把妹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把妹的话，不是这样讲话。我要把妹的时候说，哎，那等一下那个早餐店有一家早餐店很好吃，我们先，我请你吃，我请你吃早餐，要不要？他的那个蛋饼很好吃哦，真的没有骗你，都辣。吃完就可以回家啦。把妹是这样子把的，不是像我这样子。但是调情就是另外一种，调情就是这样子。调情就是说，调情就是说，你有多会养吗？你有多会养吗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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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再来坐下来。叫你坐椅啊。坐椅啦，不敢心你。叫你坐椅啊。啊？我把你来吃掉啊。好了，阿哥，注意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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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
我现在我
你不见我，见我吧，两条线我两条线，两条线我吧，七条线我吧六，我吧线我吧六，七条我吧，我吧，你看忙啊，你人那么屌，我一个渣那么屌，你看看这些用面子没没得了，对，我帮你来，我来这边，我不要来。小琪，没有大白带哦，啊，其他都留好了，其他都留好了。OK。
你看他叫什么名？你知道他叫什么名不？小齐啦，小齐。小齐哦。奇怪。